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次的话来玩这款游戏《丧尸派对》，以像素表现的啊，看起来感觉是还不错玩的样子啊。左上方的能量可以召唤丧尸啊，然后这边是任务，下面是放置想要放置的丧尸。还可以缩放视角，所以能量透过能量召唤丧尸，然后嘞，什么东西呀？能量不够了，然后这些丧尸似乎，哦。我们现在是丧尸正义的一方啊，我们要战胜邪恶的人类。哦，现在我要以丧尸的角度来看这款游戏。说吧，伙伴们，我的伙伴一个都不能少。这些人类竟然拿刀来攻击我，这样子看起来会不会很疗愈啊？感觉还不错哈。哇，然后我来看一下保护主角所有所在位置不要被破坏，然后只要逐步推进，推到下水道就赢了。音效，我叫好多丧尸哦。怎么跟军队一样啊？我现在派出了100多名丧尸哦。好，我开始派喽，丧尸，可怕丧尸。欸，快到这边来了，我拍到这边来会怎样？欸，可以耶，这样有战略的氛围哦。哇哇哇哇！哼，那我放在这里。哈哈。他们无力反击啦，挺有趣味性的。哦，下水道，哇，机关枪欸。快哦，这边要把它围起来啊，机关枪太难打了。这边也有机关枪。欸 ,100K 的意思是什么？哦，可以强化了。这样应该算过关了。竟然有剧情，我们现在是丧尸在外面吗？那我先啊，他进来了，进来我就可以拍了吗？还不行，所以我只能从门口一直一直进来。然后要消灭房屋内7个目标啊，这边可以去进行强化，还有体质强化、技能强化、能力强化，玩法相当简单啊，集满能量，把丧尸派进去就 OK 了。
它掉出手机来，一层一层的。Help me, help me! Nice， 拿到智能手机了。哦，我现在可以派进来了。娃娃儿 ，Help me, help me！ 抓抓抓抓抓抓抓！过关了。这是什么输压游戏啊？前往大地图，攻克关卡。我这边是输入昵称的，攻入定点。现在开始打，消灭区域所有单位哦，摧毁所有的书架。那我就要集中，是不是集中会比较好？一户一户的人家哎，哇，好，两只，这里两只僵尸可以吗？还有没有来户？敲门。哇，这个感觉很强哎！他们都拿武器。好，要摧毁书架。好了，整体大概是这样。其实算是一款相当不错的游戏。来强化。好了。所以左上方是能量点，你可以增加丧尸的数量。那中间那个应该类似像基因吧，就可以强化。技能强化还没开啦。游戏就试玩到这里，喜欢的话可以下载体验看看啦。大家拜拜。